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小金刚的另外一个品类，叫佛手小金刚，也叫玄武，也叫三日红。因为它纹路比较浅，上色比较快，一般3天就可以变色，所以叫三日红。这款小金刚不用过多的刷，只盘只带就行，密度可以到位。藏式佛手，小金刚。